很高兴邀请参加这个，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的这种非学术性的这个会议，给大家介绍一个题目呢，也是比较新的，可能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医的啊，但是我相信跟这个医疗和保健都相关的，我们延续这个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以后，医疗机器人会成为。 一个在医疗领域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是吧？虽然这个时间不是很长，这个幻灯呢，就是我们医院在这个做这个机器人的一个从手术室，因为不能进去，在手术室的门口拍的一张照片，是吧？下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对着这边。 下面这样啊，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外科手术的这个历史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非常简单的把这个历史说一下，是吧？真正的这个外科技术的现代外科的技术的历史，也就是150年左右，是吧？就是有了麻醉，有了这个外科的这种技术，但是我相信在1000多年以前，咱们的这个。 这个中国人，要不是曹操把华佗给杀了，可能现在中国人可能在这方面会有领先，是吧？在这个1000多年以前，我们就有了麻醉，有了开腹的技术，在手术的器节方面，这就显示出人类的这种能工巧匠，非常很多有聪明的人，所以大家不要忽略，在现代人以前，古人就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他没有任何的。 这种工业的工具，它就可以制造出来非常让人惊叹的这种手术器械，是吧？当然，这个机器人实际上是工业机器人开始，是吧？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开始，在这个比较成熟的工业机器人领域里面，大概是从这个20世纪的中期，20世纪的中期，我们才开始这个研究这个机器人的这个。 在工业方面的应用，是吧？这个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器人。实际上，把机器人概括的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电脑人工的电脑控制以后，是吧？它出现了一个机械辅助性的一个装置。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可能这个小了一点，但是它里面包罗了我们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整个的历史，是吧？它从工业机器人，然后逐渐演变到我们现在的。 临床的机器人，我们现在的临床机器人实际上在临床已经用了15年的时间，是吧？在我们国内大概也就是开展了将近这个6、7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在临床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术器械，这个上面也是比较小啊，这个图像比较小，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各种各样的手臂，对吧？还有这个吞食道腹腔里面去，像一个小药丸一样的，它是一个。 用电脑控制的一个小的机器人，是吧？这个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叫主从机器人，就是我们去操纵它一下，它就动一下，这是属于外科手术的；还有一类呢是智能机器人，就是它自动去操纵，是吧？自动去操纵。在外科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都是我自己经历了，是吧？因为我做了40多年的外科医生，像这种肝移植的手术，我们都是靠手去。 去直接去他去病人去做这个外科的手术，已经养成了这种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这个经验的积累，所以在机器人的下面呢，他就很容易去找到这个机器人手术的这种感觉，是吧？这个激光没有，机器人手术下的这种感觉，所以可以在一个远程或者说主从操作手上，我去按照我自己的这个像筷子一样的这种。 操作就可以去操纵这个一个大的臂，对吧？或者是远隔这个上千米、这个上千公里以外的这种远程的操作，这个都是未来的机器人的发展。为什么要做这个医疗的机器人呢？这个可能就有两个选择，主要是这个病人啊，你看谁愿意去这个有一个刀口，对吧？这个就是医疗的市场。 这个甚至包括这个男性的病人，他都不愿意有一个刀口，是吧？
我的病人就有这样的，自己胸前再雕上一朵花，啊，为了这个掩盖自己的伤口，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外科的需求啊，未来的外科需求。那么我们在这个领域中间呢，它对外科技术产生了什么变化？实际上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外科医生啊，从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直接的手术台上，他可以把它拉拢到一个操作的系统里面，对吧？你像这种过程，它就是一个慢慢的在一个坐在那里去操作。我相信这个外科医生可以做到80岁甚至70岁，对吧？80、70，甚至更大的年龄，它是一个组合性的一个未来外科的一个改革。这个我想就过去了，因为现在这个全球的机器人大概2000多台，对吧？美国就占了70%多，是吧？占了70%多。这个重点呢，因为他们在这个手术的区域里面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主要是对一些像前列腺啊，像这个泌尿科的这些妇产科的手术，所以相对于咱们国家的 HPV 就是肝胆胰的手术呢，他们开展的比较少，是吧？这个是2年前的一个公告了，这个是可以看到，基本上在美国有些领域已经被普及了，是吧？就是大家一说机器人都能接受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图，你看这个手术机器人，它可以从红线的开放式手术到蓝线的这种机器人手术，就慢慢成了一个交错。所以在子宫啊，像这个妇科的一些手术，尤其是泌尿外科啊，前列腺的手术，我下面还会举例子，它可以保存这个男性的性功能，可以做到一个更大范围的扩大根治，所以已经进入这个美国的医保。最受益的人群就是这些老年人，是吧？老年人。在我们国内呢，相对来说机器人现在还比较少，大概我们占了全球的1%，对吧？美国是我们的80倍，所以在座的年轻人啊，咱们要共同的努力。这个我们国情呢，做的大多数可以看到这个表上，在 HPV 肝胆胰胃肠和泌尿科比较多一些，对吧？这是5年多的积累，是7000多，但是今年我们一年就可能会超过8000，就是现在国内的数字很多。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对吧？现在有2亿多的老年人，我们在很多病的特点上面呢，是像肝胆的疾病，像这种肿瘤和肝脏的这种疾病，胆结石这种疾病很常见，所以这种疾病是特别适合在机器人下做手术啊，它的这种微创的，包括它的这个器械的精细度，是吧？和能够在很深的这个部位去做一些你外科开放式手术都很困难的手术，是吧？这个都是机械手的一个好处，它很小，就相当于我们的手1公分不大的一个小手，是吧？可以做到一个很深的一个部位，像过去我们开放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切口，现在不用了，打几个小眼儿就可以解决，是吧？这个像有些数据我就不说了，是吧？因为这些并发症呢，这个都是很明确的这个减少，是吧？那么在社会上面有些什么议论呢？就包括这个机器人到底有什么坏的地方，是吧？它可能在早期啊，由于它的这个操作的不当，可能带成一些机械性的故障啊，造成一些并发症，是吧？据说这个美国 Intuitive 公司最高的赔偿额到了4.9亿，是吧？相当于他们一年的这个产值，所以现在开始就是注重一些联合的培训，是吧？包括我们远程的一些治疗，在这个受群最大的一些，就是像有开放手术的基础，你才能去做腔镜手术，去做这个机器人的手术，啊，这个必须是应该外科的一个教育的过程，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去让你去做很复杂的这种手术，保证了这个外科技术的一些完善。这里呢举几个例子，是吧？这个有相当多的病人啊，都是一个很难去治疗的这种状态，对吧？像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摇滚乐星，歌星，他这个因为得了前列腺癌，他自己的夫人就跟他离婚了，是吧？但是他做了机器人以后呢，恢复得非常好，刚才说了可以保存他的这个性生活的功能。这个是这个一个著名的演员，是吧？得了胰腺癌，晚期的，但是他就接受了这个机器人下的一个这个放疗。
我相信这个乔布斯要是再晚一点得这个病啊，没准他还能活下来，是吧？有了机器人，这个小孩五岁的这种小孩啊，非常小的孩子，但是他可以做到一个微创下的这个肾脏的这个部分切除，是吧？这个对一个幼年的孩子是非常有利的，是吧？非常有利的。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像一个这个病人做了两次的大的手术，一个肝胆管结石，但是他把它这个绣上花，是吧？绣上花。所以我相信在机器人下呢，这种手术就可以得到他的一个满足。未来的这个手术更多的是女性，甲状腺，是吧？甲状腺，这个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留伤口，是吧？大多数人不愿意留伤口。好了，最后这两张就是可以显示，这是一个女性在腋窝下面可以做到一个颈部的手术，是吧？另外这个外科，所以我把它叫成一个视觉外科，是吧？可能会更多的利于这个外科医生的一个综合的评价。这是我们自己的机器人，是吧？我们研究了五年，现在这个机器人大概在最近已经要做到人了，是吧？希望我们国产的机器人在明年可以有机会通过 FDA 能够上市。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